空调和热水系统能耗占建筑总能耗的40%至50%。空调系统的能耗及经济性取决于是否因地制宜，选择合适的冷热源，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。丘克热源塔热泵中央空调技术通过创新的结构设计，利用空气中的显热能及强热能，高效地实现建筑制冷、采暖及生活热水三连工，又具有普通冷水机和水源热泵的优势。在夏季高温高湿、冬季低温高湿地区应用，具有更加显著的减排效果。夏季制冷过程应用闭式铜管宽带翅片蒸发器实现小温差传热，外加少量冷却水循环，并采用大型炉管主机，制冷效果好，能效比高。冬季制热过程通过热源塔的小温差传热吸收空气中的热量，并利用热泵提取，宽翅片技术可以缓解结霜的速度，避免了传统空气源热泵的霜堵问题，更不需要电辅助加热系统。与传统的普通冷水机组与锅炉结合的空调系统相比，热源塔热泵技术可节能40%至60%，与传统空气源热泵相比具有30%的节能潜力。热源塔热泵是一种中央空调的新技术，它可以为建筑提供制冷、供暖和生活热水，具有比较大的节能减排潜力和良好的环境效果。如果到2023年，热源塔热泵技术用于全球15%的新建建筑以及既有建筑改造，每年将实现2507万吨的二氧化碳减排量。